亲爱的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个性上有点不适合，先暂时分手对彼此都比较好。你也知道我有我的无可奈何。嗯，我们想吃的东西不一样，无法达到共识。为什么会为吃食物而哭呢？因为你喜欢看鬼片，我只看 A 片。算命的说生辰八字啊，字的笔画数字不适合，我们彼此有点相克，我们星座也不搭嘎。我觉得这是一对情侣走下去很重要的一个课题。我爸妈都告诉我说，我不够了解你，你也不够了解我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觉得进度有点太快了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信佛，你信耶稣，我又信谢，你又信姚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啊，我却不喜欢你从后面来啊，你却一直要从后面来，我比较喜欢从中间啊。我说牙膏啦，你知道我爱你已经爱到迷失自己了，必须找回我自己。我就是个烂人啊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亲爱的，我想跟你说，我得了绝症。你得了什么病？不能谈恋爱的病。我最近都梦到我们分手，你知道梦里是最准的。就是老师说哈，现在年纪不适合谈恋爱了。就是他说现在好好专心读书，对啊。因为我像没药的狗，风在吹着我。你是谁啊？Oh my love, you push me back. I don't really care.